好，我叫宋子。哎呦，宋小姐，条件真好啊！梦露姐介绍的，真是做明星的料啊。宋小姐，你会演戏吗？我教了一点，她很刻苦，也有天分。哎呀，宋小姐呀、啊，你真是太幸福了！梦露姐教过的人，戏一定没问题。一会儿，我想给宋小姐试一场戏，还有一场发自内心的笑容。哦，灿烂阳光啊！铺一节轨道，机器慢慢推，这在我们行话里是指轨走进内心。哎呀，要把宋小姐拍的。导演，我们可以开始了吗？哎，可以可以可以啊！宋小姐，你去准备一下。嗯。哎，各部门注意了啊！哎，对，准备准备准备，各单位注意了啊！来，轨道准备，预备，开始。走过来的呢是宋子，宋子最近啊可谓是红得不得了，一部《蒹葭》不但让他一炮而红，更是让他拿下了这么有分量的影视盛典的奖杯。据我所知，他出道时间不到一年，一出道就参演了以陈梦露为主角的《蒹葭》，相信以宋子的实力和外形，后续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作品和惊喜，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